大家好啊，我们房车旅行现在开始往回走了，然后车外有两个狗子，我感觉可能是疫情期间车主们回去的时候把他们给抛弃掉了。哎，喂你们个小面包吧，哇感觉饿了好久啊，面包渣都不浪费的，可惜啊不能带你们走，就送你们一顿饭吧，算是我们的一片心意，再去拿点吃的给你们。我俩呀实在是也没有什么吃的，给他弄点小饼干吧，希望汪星人过得好一点。希望爱狗人士不要喷我们，我们只有这个东西，而且我们正在往回家赶，也带不了他们。他们两个特别谦让，不会抢食，就一个吃的时候，另一个绝对不抢。看，然后第二片我扔他旁边的时候，他就不会吃。哎呀，不要咬我哦！就放在墙角吧。这都是你们的了，不敢相信，放在这你们吃吧。哟，他们要抢食了呀！眼巴巴地看着我，我是不是得再给你一盒？我为什么在这里一直等着呢？因为我要把那个碗扔到垃圾桶里。啊，他吃完了，你快吃啊！他们吃的可香了，你看，十三幺非说他们不爱吃，他们爱吃的很呢。就是这只狗一直占着碗，大狗狗让着小狗狗吃，然后小狗狗不让大狗狗吃。世界上流浪狗多了去了，咱俩也救不完的。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这个，哦，酷。你看那个狗它的脚有问题，看到没？它应该是被大车撞过，所以说见到大车就会叫。朋友们，当你们路上遇到流浪狗会收养它吗？有的人会，有的人可能不会吧。或者你会选择喂给它一份食物吗？其实喂它一份食物有好有坏，好是可以让它不会那么饥饿，坏处可能是会让流浪狗一直在这待着吧。哇你看它只剩下三条腿了，因为那条小狗狗啊一只腿受伤了，所以说大狗狗会把食物让给它，希望它能快点恢复，还是挺好的。好了，喂完它们把这个扔了吧，要不然回边的工作人员还得过来收拾，给它们徒增一些不必要的工作。我们要走喽，你们要好好生活哟，希望这个服务站可以容得下你们哟。那个小狗狗祝你早日康复哟，以后你们看到车过来啊要躲远点，听到了吗？希望你们能熬过这个冬天哟，拜拜。别跟啦，天哪，我都不敢开车，他们一直在跟着。哎，办法，因为我狗毛过敏会有点厉害，所以我一直都比较宠物。这是阳关服务站，对，是一对好兄弟，然后再跟着我们跑，我哭了，别跟了，我的天哪，上高速不得出事儿啊。如果你狗毛不过敏，你会收养他们吗？有点小。你们怎么还跟着呀？万一你们以后都追着车跑可咋办？我下车给他们扔个吃的吧，然后我们再开走。我们现在在一个厕所，这个旱厕挺恐怖的，没有灯啊。我要吓死了，我俩一过来一只超大型的不明物体。我俩以为是狼，吓我一跳，我天哪。看是一只阿拉斯加，谁会在这里散养一只阿拉斯加呢？这是服务站呀。走吧，推门走。来你拿着，我走前面。看不见了，我真的被吓死了。我天，看到了吗？我们也没有吃的，你饶了我们吧，我害怕哦。哎，有点可怕呀。我们给你喂个面包好不好？坐下。哎呦，我们俩的面包基本上一路都喂狗了。希望爱狗人士不要喷我们，因为我们俩也没怎么养过狗，也没有狗粮，只能喂他们这个，这是我们的早点。现在附近已经没有什么超市开着了，所以这是我们唯一的物资。我们喂狗了。嘿，狗，它去哪儿？上车拿了面包，狗不见了。原来它一直在我们车旁边。没了没了没了，这里还有一个。它不吃。这里。不吃，它居然不吃面包，看来果然是家养的狗狗。这个是谁家走丢的狗吗？在青海的鱼卡服务站，应该是一只成年的阿拉斯加了吧，挺大只。它现在掉毛挺严重的，我感觉它可能生病了。今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一路上居然遇到了三只流浪狗。刚才我本来想去喂一下那个阿拉斯加饼干，看它吃不吃饼干，因为它不是不吃面包嘛。但是呢，我一下去，狗不见了。我们俩呢，穿着外套绕了一圈，冻够呛。然后我感觉冻得我现在有点脑袋疼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仔细想一下，阿拉斯加应该比我们抗冻，现在零下四度了。然后我们现在这个车里是在开着柴油暖风，所以你们会听到一些声音。我们现在车里是23度，外面呢实在是太黑了，然后又冷又黑，我们俩拿着手电筒真的受不了了，想着还是回来了。但是这里天气特别好，所以夜空全都是星星，能看到银河。一抬头看，简直太惊喜了，繁星点点，就感觉是去到那种露营观星的圣地一样。但其实我们只是在一个服务站，我
我刚才倒了点纯净水，烧点热水，我们俩都稍微的有点冻了。虽然说外面那汉厕很脏，但还好我们有厕所，就明天得倒一下马桶。辛苦你了，拳头。本来我是有鼻炎，毛发过敏比较严重的，所以我俩一直没有养狗狗，也没有养宠物。就今天这两只狗吧，哎呀，看的我就觉得，就说实话，就如果它是一只这样的狗狗，我俩可能真的就把它带上车了，然后看是让别人收养还是怎么去后续。但是这两只狗狗实在是超出我俩的能力范围了，我俩也不知道怎么处理。如果带走其中一只，就感觉好像是把人家兄弟拆散了一样。的确是我只能做我能力范围内的事情，我只能说尽可能的碰到这样的流浪狗狗，能够给它我们手里头有的吃的吧，还不能乱给，也是怕它们吃坏。然后就是今天晚上碰到的这只阿拉斯加，它实在是太大了。大家不要以为它是王可可，不是的。但它是，这是青海，王可可在上海，因为那个阿拉斯加一直在掉毛嘛，它要是一上来弄得满车都是毛发，估计十三幺第二天就要去医院了。唉，所以很难。关键是我们如果带它走的话，因为它太大只了，就是不受控，实在不是我俩的能力范围内能做的。我们对宠物这方面真的不是很了解，就不太会养，有些时候只能感叹自己真的有些事情不是自己能力范围内的。希望失主能看到这个视频，能把哈斯加是吧，那一看就是个走失犬，能找到它。啊，今天就刷个牙，早点休息吧，牙膏也快没了，牙膏快用完了，早点睡吧，拜拜，晚安各位。